我们来吃中餐吧。怎么了？就只有饭团而已啊，看起来真寒酸。没办法嘛，剩下的材料不多，你们就将就一点吧。你这样是虐待儿童哦。这岂不是你害的王子吗？那一幕呢，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哎呀，真是精力旺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叫我姐姐好不好？哎，好不要脸。那一幕呢，花前池旁，留下太多愁。小白，你糟糕的。啊，小白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小白，小白，不要，住手，小白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做预约。蟑螂先生，你在哪里？你用叫没有用了。在那边。谢谢努力。